哆来咪发，哆来咪发，哆来咪发，发发发。Hello kids, I'm Uncle Wilson， 虫虫哥哥。看完個片頭，不知道小朋友估不估到今天我們要串什麼字呢？其實我的身上面都有些提示的。不是我的 tummy 啊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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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認錯了 tummy。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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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是 needle needle 和 needle， 這些是什麼來的？就是 flower。 flower 究竟怎樣串呢？讓我們來看看吧。Speedy spelling, let's go! 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呢，蟲蟲哥哥就會教大家去串 flower 的同時，我會教你們畫一朵花。那這朵花是怎樣畫的？ Uncle Wilson， 你今天這麼懶惰的，沒準備任何的圖片的，什麼都沒有的，只有一條線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捣蛋蟲，多謝你的問題啊！但記住，我們要做一個有禮貌的小朋友。其實呢，在螢光幕上面就不是沒有任何的東西的，我們有一條啡色的線。好了，這一條線呢，其實就是我們今天畫花花的起點。這一道啡色的線就是代表泥土，跟著呢，我們就會開始畫的了。小朋友，如果你都想同蟲蟲哥哥一起畫呢朵花嘅話，你可以先暫停咗呢個 video， 去攞一啲顏色筆同埋一張紙過嚟，攞齊你嘅物品，跟住就可以繼續播放呢條片，跟住蟲蟲哥哥一起畫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嚟開始畫花啦。你會見到咧有一條啡色嘅線，就好似啡色嘅泥土一樣。然之後，我哋就會喺泥土上面畫一個花坑，綠色嘅。然後我哋會畫一個紫色嘅花冧，一個圓形。跟住呢朵花非常之特別，有啲好尖嘅花瓣，我哋可以用紅色。哇，好尖噶，好似好吉手咁樣。咁我哋最後仲要畫埋兩塊嘅葉，咁兩塊葉點樣畫呢？一塊肥嘅葉，好似一個 letter E 咁樣，而一塊尖啲細啲嘅葉就好似 R 咁樣。咁我哋就已經完成咗呢朵花啦。咁用呢朵花，我哋就可以學識點樣串 flower 咯喎。首先我哋要記一記 flower 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F。花或者是 flower 都是 F 音的，所以第一個英文字母，小朋友請你記住是 letter F。 然後我們剛剛第一個步驟畫了的就是這個花坑，是綠色的部分。這個綠色的部分告訴我們是一個 L。 然後我們畫到紫色花冧的部分就是 O，跟住尖嘅花瓣係一個嘅 W， 最尾唔好唔記得，仲有兩塊嘅葉，有一塊葉係肥肥地，好似 E 咁樣，而最後一塊葉尖尖地、細細地，好似 R。 我哋順翻畫嘅次序，首先記住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F， 然後畫咗 L、O。W E， 最後就是 letter R， flower。 喜歡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的小朋友可以留言告訴我聽，你還想學什麼英文字， like 和 share 我這條片，還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啊。Baby, f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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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, baby, f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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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, baby, fa.